接我的吗？坏爸爸，坏爸爸，如果真的呢？为了平安、幸福、健康，我们下次旅行再会。车还没停下来呢。光智，你这个坏蛋！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op 音乐，我是小韩。怎么样？看了这段视频，你是不是很感动呢？这位普通的父亲叫吕广智，他和女儿在火车站见面的视频在抖音上感动了很多抖友。在浙江卫视的抖音美好奇妙夜上，歌手品冠和这对妇女一起合唱了一首《给你给我》，让无数人泪目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笑和眼眸，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一曲《给你给我》，吕广智父女和品冠一起把浓浓的亲情从抖音的小屏幕带到大屏幕上，带给了我们很多感动。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这里是 Top 音乐，每天给你们推荐好听的歌曲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哦。我是小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